Hello 大家你好，我是李卓威，门地可天文台，今天在 Brossa 近住 Shamling Hill。 这个最新的门地可天气预报在这个礼拜4月9号至到4月13号， Friday the 13th。 这个礼拜的天气是不稳定，有很多云和可能是骤雨，温度会凉一点，你穿多些衣服。几时会有暖的天气要等在这个周末时间，因为温度可能会超过10度在这个周末。同埋，如果你揸車喺門地可，小心啲，因為會好塞車嚟，有好多地方整路。喺如果你揸車去門地可，去 Shamling 橋，去門地可，就嚟到 The Carry 嗰度地方會封咗一條 lane， 咁可能會塞到去到 La Vérendrye。咁你小心啲揸車啊！我係李卓威，門地可天文台，今日喺 Brossa 跟住 Shamling 橋，再見咧。